交在故事里，谁在乎自己是以什么样的角色处理任何事情，都该游刃有余，剧本不失序，演什么都不吃力，磨练着演技就为了适应环境，掌声响起，以为下场戏的来临，橡皮暂停就得等到落幕才行，可是里面的独角戏让我沉淀身心，有时爱豆的悲剧让我的内心再生一半点好声，但寂寞丑也得剧本经过手不善检讨的我，存在也听听就走，从不留恋台上台下之间有什么互动，能触碰到我新鲜的只有几个面孔，在台上奋力一搏，台下观众如此走，而我继续沐浴在舞台无止境的一头，气概也许题材早已是老梗也不会意外，但内心仍期待有朝一日也能成气派，哎呦，其实人生不只是一场戏，找到位置入座后才渐渐大梦初醒，别断定人生如戏，世事如棋，生活是真实的，而戏却是无情，我是演员也是编剧，坐在戏服后两者兼具，有一点钱抱歉去，不被嫉妒给吞下去，人生一出戏又何必太认真，入戏太深的你真的比较难再生存，谁扮谁像谁了，我扮谁又像谁了，谁又在台上陷害谁了，片刻全都没了，谁扮谁像谁了，我扮谁又像谁了，谁又在台上陷害谁了，片刻全都没了，我说呀人生如戏戏如人生，不过就是一场角色扮演，而要演多少年多少天多少日多少夜，多少的世界在舞台上戏戏如人生，不过就是一场角色扮演，而要演多少年多少天多少月多少夜，多少的时间在舞台上陆陆续续上演，谢谢，这是东海先生的表演，谢谢。耶稣被钉十字架后，尸体被放在石洞里，曾跟随耶稣的妇女玛利亚前来关心，却发现耶稣的尸体不见了，就在洞外悲伤啼哭，此时已经复活的耶稣显现安慰他，使他破涕为笑。